这是他们的写真书呢，特别邀请到我们知名的女摄影师星光奈奈，重点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哦，这是做一个很像那个旅游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是透过镜头就是捕捉他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画面，他们的这个给大家的形象跟风格是很像的，就是很这个邻家的一种感觉，接近型的哈、哦。好，这边代替大家问三到五个问题，让大家更认识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。来来 刚刚已经做这个介绍了写真集，介绍过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写真书这么多美美的照片呢，你们自己最喜欢哪一张？一张，超难的，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谁写的，你看一张啊，哪一组好了？哪一组衣服好不好？衣服，谁先？应该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跟每个人不一样嘛。来，先好了，一先。我喜欢的是有一个在。 蹲在厕所里面装葫芦的样子，会呛手啊！对，它是蹲在马桶旁边。OK，大概了解。好，那我跟你不一样。啊，是。我喜欢的也是在厕所的，你也是在厕所。对，但是不是马桶，是一个那个我们是三个人一起扮成一个猫咪，然后它是在浴室，然后那个浴室是有一个透明的门可以关起来，然后我们很像要逃出来，然后它是扮演猫咪，所以。 那个时候，奈奈就跟我们说，你要假装想象猫咪是很怕水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害怕的表情，然后拍出来把我们哭了。了解，来，接下来。我喜欢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部分是泡裸汤的部分，又是在浴室啊，对对对，又是在浴室，合成卫浴 HCG 有没有？就是，对，他们喜欢哪一？来，请说。这种就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们在浴室，可是里面没有穿，下面没有，他们两个人是有穿。 他们是没有穿，然后尾一件浴巾，但是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就不小心可能就会露出来了。刚刚这一位已经听得如痴如醉，他表情痴呆了。那我就直接来这一题了，请摆出一个你们觉得最性感的姿势，好不好？现在对，来，前面的镜头来，来，请这边中间这里最性感的姿势，最性感的，这边好难性感，我今天穿这个衣服。 三位喜欢卫浴的，用表情，最性感的姿势，性感 pose one，一，二，三，哦，有，好开心啊！那这一题，我要为男生而问，好不好？你个别回答，最喜欢的。 类型的男生，好，以及什么样的贴心的举动最加分？好，这个大家想要知道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那你先来。我喜欢就是只要帅就好的男生。你好肤浅啊！对，我很肤浅。对，然后可以讲一个方向，大概像周海鹏、王阳明啊、周汤豪之类的。好，这个要求非常的蛮高的。是，他还蛮有钱的。好，我欣赏这种。 就是讲，对，帅就好，不用对他好。没关系，对他很坏，就可以踹他，一定要帅。这种，没关系，你要帅就好。还在浴室里面，这么变态。好来，我喜欢好笑的男生，就是在那边看就觉得很好笑。你是喜欢长得好笑还是说话好笑？就是有点类似李光洙那一种，他本身就是会做，就是他会不知道，然后会做，有点像天然呆这样，会做出一些。 就是一个欧巴啦，韩国的，但是他的长形象不是帅就行，是搞笑的形象，好，对，好笑，好笑。好，然后我的话就是综合以上他们两个，你要的更多，又要帅又要幽默，又要有钱，有钱身高高，没有，我是看感觉的，所以其实感觉对了就可以了。哦，这种最笼统，这个有奖刚没奖，有奖刚没奖一样，好，好吧。 来，最后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一直反会在你们的位置会尖端出版社会在那边签书会，好，位置在哪里？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尖端出版社的位置。应该是那个方向，那个方向，尖端出版社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把麦克风给我。好，来，我们都没有用，没有麦克风的拍照，来，我们中间的朋友。 3秒，2秒，1秒。
来左边的朋友，来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，等一下我们的这个最大盛大的活动就要来。等一下，今天是盛典的，这个叫做比基尼女神大游行哦，即将马上就要登场了哈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来换右边的朋友。尖端出版社购买他们的写真书，他们的